真的，我自己的设诶、欸、形象不设想，自己牺牲自己的形象，扮演一个跑车，哎、欸，不，扮演一个坎特，就没有人笑哎、欸，可以笑一下吗？谢谢你们的敷衍，谢谢。哎、欸，你干嘛、啊？你怎么了？没有啊。你怎么了、啊？没有。你该不会刚在后面马上感冒吧？怎么可能？哎、欸，我哎。欸你该不会得了最近很流行的那个猪瘟吧 ？Hello， 你当我是猪吗？不好意思，讲出来，不好意思啊。啊，不然你怎么了啦？就最近很思念一个人啊。你很思念一个人？嗯。你该不会是思念成一种病吧？呀、yeah, ，错了。好啦，你不要难过。好，我们 一起去台下欣赏这一首歌曲《思念是一种病》，还有《When Is the Love》。这首歌当作我们的思乡之情，这样。现在讲话。对，然后送他们一下。那我们可以请紫薇介绍一下，他说为什么想选这首歌。好，那我们稍微试一下。瞎的调音器。而且我有点小紧张，等我一下。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哦。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一辈子有多少的来不及发现，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，恍然总是在犯错之后才敢相信错的是自己，他们说这就是人生，试着体会，试着忍住眼泪，还是躲不开应该有的情绪，我不会奢求世界停止转动，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，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，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，久久不能痊愈。People hate and people fire, children hurt and even cry. Would you practice what you preach? Would you tell the other chain? Father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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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lp us get some guidance from the ball. Cause people got me.相信一切都来得及，别让那些纷纷扰扰，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，就怕你不说，就怕你不做，别让遗憾继续，一切都来得及。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，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，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，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，哦，思念
种病，哦，思念是一种病，一种病。谢谢大家啦。